喂，我哋又嚟到咧一周嘅第一天啦，我哋庆祝咧第12主日喺呢个常年期里边。咁啊，常年期咧，我哋好多时会觉得系好啊，常年期即系好平常咁啊，即系唔多唔少咧，可能喺自己嘅惰性里边啊，或者系嗰个嘅习惯里边咧，就话哦，即系系好。即係好低 intensity 啊，同啲字啊，即係話，即係我，即係做咗最基本、最少嘅、最 minimum 嘅嘢。我哋一個好多時好 minimalist 就係我哋做嘢，即係點啊？點樣做最少嘅嘢啊？用最少嘅 effort 啊，即係出嘅氣力咧，勉強咧就保存咗我呢個叫做OK 嘅基督徒嘅身份啦。咁但係咧，我哋忘記咗上年期咧。其实我觉得咧，上年期其实系圣神嘅时期，圣神嘅时期，尤其是复活节之后嘅呢段上年期嘅时间咧，其实我哋活在圣神内，活在圣神内。点解咁讲嘅？因为身为基督徒咧，我哋愿意去领洗已经系唔寻常，我哋太过平常化咗佢，忘记咗系好唔寻常嘅。我哋会愿意去领洗，我领洗为乜嘢啊？因为咧，当然好多人领洗话哦，因为为咗子女入天主教学校，或者系因为配偶系天主教咁去领洗，咁可能个原因咧唔系圆满嘅，最初唔系圆满，但系领咗洗之后咧，我哋嘅参与我哋嘅信仰里边嘅基本我哋嘅每日嘅祈祷啊，读经啊，特别系主日啊，有时平日啊，去参与弥撒圣祭啊，听咗好多嘅讲道啊，咁，同埋特别嘅时节，特别系降临期、圣诞期呢、这个四旬期、复活期咧，可能会参与嘅秘境啊，或者会去有去过朝圣啊，可能会俾人介绍啊，开始睇少少嘅灵修书籍啊，咁样啊，慢慢俾我哋明白到，其实我哋领洗咧系一个自然嘅转变。喺今日嘅读经二里边咧，我哋睇到。喺呢个格林多人后书啊，保禄中途咧同我哋讲啊，我哋领洗真系死于救我。咩叫死于救我咧？即系唔系话一次而过去咗成就咗嘅嘢。我哋系每日要选择咧死于救我嘅习惯。救我唔系过去式喎，救我系现在式啊。现在咧都有个救我喺度，都好活跃噶，踢踢系咁踢，我要。啊点啊？人哋咁样做，你跟住做啦。你以前都系咁做，你依家都继续咁做啦。呢、这个社会价值系咁啦，咁好多嘅容让咗我哋啊，仍然咧，如果我哋乜都唔做嘅话，乜都唔抗拒嘅话，乜都唔准备嘅话咧，好多社会咧容让咗嘅自私啊，呢、这个罔顾咗爱德嘅召唤啊，身边嘅人嘅需要啊，我哋都会咧冇乜主动啦，甚至系好抗拒。冇乜主动，甚至好抗拒，呢个唔系爱德嘅召叫。我哋死于点啊？死于好多呢个世界今天嘅贪婪啦、淫乱啦、金钱啊、呢、这个利名利啊、小便宜啊呢啲，好多嘅呢啲捆绑啊、捆绑呢啲束缚啊，好多嘅罪性啦、我哋自己嘅自大啦，自己嘅骄傲啦，自己为主啦，中意同人比较啦，中意闹啦，审判啦，或者容易好小气啦，好妒忌啦，各样角色，每个人咧都有佢自己嘅一个 collection 即系我哋嘅一套啊，去纠缠住我哋束缚住我哋，咁呢个系令我哋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好唔自由，好唔能够咧可以超出咧，我哋人性嘅嗰种嘅捆绑，我哋领洗嗰日就系话我不能够自己，但系耶稣死而复活了，佢战胜咗呢啲嘢，佢战胜咗呢啲嘢，彻底地战胜咗呢啲嘢。而佢话你嚟啦，你同我一齐啦，我哋越过去，我哋可以信任耶稣。保禄中途喺呢个格林多人后书讲嘅。我哋不再为自己而活，我哋为基督而活。我哋因为喺佢内死咗，佢活出嚟个核心系点样可以能够做到样嘢？因为我哋系咪信任基督？作为基督徒个核心问题就系我今天系咪信任佢？我愿意去投放自己系
觉得天主系漠不关心啊，系敌对啊，定系佢唔单止唔系呢啲嘢，佢系为我，佢系为我，佢唔单止系亲近我，佢直头喺我呢度，我冇咗佢唔得。我哋每日都要再重新决定，我系咪冇咗基督唔得？呢个又领洗嗰个决定，我今日系咪决定做一个领咗洗跟随天主嘅人，跟随基督嘅人，信任佢？另外一个更好嘅讲法咧，系我系咪降服于佢？降服一个好好恐怖嘅字。我哋信任基督，我咪降服于基督，将我嘅生命交托于佢，相信佢嘅方法，相信佢今天嘅指引系道尽生命嘅。呢个系我要结，我点可能做呢个咁嘅决定啊？翻去就系我有冇经历过基督嘅救助？嗱，呢个 channel 里边你听过神父讲好多。你都可能你去过我嘅 mission 里边咧，你见过系好多嘅医治。我都系同人讲，即系呢个医治，或者无论系身体嘅医治，或者心灵嘅医治，更深嘅心灵嘅医治，一个好大嘅释放咧。我见到人哋身上发生，或者喺甚至喺我自己身上发生，我哋要。好多时要记低佢，要写低佢。我见过呢件事，我自己经历过呢件事，提醒翻自己呢个天主系真嘅，呢个天主系真嘅。事实上，我做好多嘅 mission，我自己感觉唔到好多咩嘢啊。啲人话啊，好温暖啊，或者感觉到一个释放，我乜都感觉唔到。咁 但系改变咗我点样庆祝弥撒。改变咗我点样睇圣言，改变咗我点样去朝拜圣体，虽然我睇唔到，改变咗我拎起圣体嘅时候，我揸住个圣体嘅时候，我感觉到咩？我记得翻好多面孔，好多人，我识得嘅，我遇过嘅，佢个生命因为呢个圣体，因为呢个耶稣，截然改变了。喺呢度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好记得啱啱喺呢个 Maple Ridge 嗰度翻嚟，喺嗰个两日嘅。治愈嘅 mission 嗰度，第二晚，我谂佢都点都有80岁吓，嘅先生咧，第二晚星期二晚嗰日出嚟，同我揽住我，同我讲，佢系好感动，流泪，佢话神父，我70年心里边有个结，心里边有个结，好沉重嘅，一个煎熬，70年。他说昨晚当圣体经过的时候解了。即是为我来讲彻底他的生命，我知道他的生命改变了。亦都他改变了我。我知道这个耶稣几大的威力。虽然我经历不到这个解放，这个解放是在他身上，但是我点能够唔相信呢个解放咗佢嘅耶稣，唔系同时喺度今天拯救紧我，同时喺度做紧一啲我睇唔到隐藏咗，但系系改变紧我所经历嘅，系成就紧佢嘅伟业咧，可唔可以？又或者一位女士。亦都系喺呢个啱啱呢个 Maple Ridge 嘅呢件呢、这个地方啊，佢近呢几年咧，因为佢爸爸嘅去世咧，晚晚都瞓唔到。嚟咗第一晚嘅 mission， 第二晚去同我讲，佢话我琴晚第一次，咁呢几年嚟完全可以休息。佢系好开心，好开心，佢好开心，佢阿哥细佬好开心，佢妈好开心。咁当然呢个亦都要需要信德嘅，就话哦呢样嘢系咁啱啫，定系天主系真？天主系真？
但系亦都有个有位男士佢老人家腰酸背痛系好严重嗰只，即系唔系净系唔方便嗰只，系好严重嗰只，腰痛脚痛，又系喺第二晚去同我讲正体一经过，佢系开心到流晒眼泪，佢同佢太太好开心。入到嚟，周围同人讲第二晚嘅时候就系话好翻晒，完全好翻晒，好翻晒。有时我哋上次用科学家嘅今日嘅呢啲质疑嘅方法去睇，就话，诶、哎，佢70、80、90啊几岁，佢腰酸背痛好翻，咁有咩好，有咩用啊？佢都唔会活好耐啊。点解嗰啲后生嘅人见天主医好佢啊？嗰晚吓，你可以咁样讲吓。咁但系喺个信仰嘅层面嘅时候，个重点唔系话点解医呢个唔医嗰个，而系最大嘅神奇嘅嘢就系佢做咗啲嘢，佢系真嘅，佢唔系死嘅，佢唔系软嘅，佢唔系无能嘅，而系冇人可以质疑就系佢冇好翻，佢真系好翻，而系喺个当中嘅经历里边就系话。如果天主可以做呢样嘢，佢咪暗中其实做紧更大嘅嘢，就好似今日嘅福音，耶稣系咪睡着呢？睡着佢唔系死咗喎，睡着唔系无能喎，究竟系耶稣睡着咗，定系我哋嘅信德睡着咗呢？我敢唔敢去邀请耶稣？去彰显佢自己喺我哋身上，喺我哋身边嘅人身上。我敢唔敢用信德嘅眼光去睇？可能佢已经做紧，或者多次喺我哋身边，喺我哋身上做过嘅嘢。但系我哋只不过话咁啱啫，或者都唔知系咪天主。但系其实我哋一直以嚟都唔敢信，唔相信。就系觉得我哋嘅信仰只不过系方便嘅时候，我咪做多啲咯。系一啲道理，我自己吸取咗之后，我活翻我嘅生命，我嘅谂法。咁其实我唔系相信耶稣，我系相信自己。咁其实我唔系信任佢，我系信任自己。我唔系跟随佢，我系跟随自己。我冇降服过俾佢。我唔愿意降服俾佢，我又点能够睇到佢呢？耶稣系为我啊，定系害我呢？我自己要做一个决定去相信。咁但系门徒咧有样嘢好啊，吓，即系虽然佢哋咧信德薄弱啊，睡着了，遇到困难咧，佢哋会点啊？都呼求耶稣。嗱，呢个系唔圆满嘅信德。因为佢哋呼求耶稣系惊死，我哋有时都系吓，我哋有时信天主咧，我哋祈祷咧都系啊，有事正祈祷啊，有事正登山宝殿啊，无事咧就下迎春啊，走咗去吓，即系我哋自己就搞自己嘢，咁呢个我哋知嘅，知道咁点回应咧？知道我哋点回应吓？我哋真系想做人咧，就唔好婆婆妈妈唔好一系咧就去晒，一系就冇。我自己信仰，我记得我嗰阵时，后生，20多岁嗰阵时咧，我做咗个决定，因为我嗰阵时咧就系婆婆妈妈，方便咪做啦，啱听咪听啦。哇，唔可以咁，人生唔可以咁。如果呢样嘢啱嘅、真嘅、好嘅，我去晒，可以玩大开晒、收晒咁，10、20咁，唔好三心两意，唔好瞻前顾后得太多。有时人大方向嘅嘢咧，一系去，一系唔好去。你一系唔好信，唔好信咪唔好信咯，系嘛？一系你系信，但系你要诚实于你睇到嘅、经历到嘅系来自边度你内心嘅渴望去追随嘅喺边度得到释放如果系揾到、见到、经历到或者渴求。愿意去，去晒去，揾天主啊！咁所以今日我哋祈求啊，喺呢个新嘅一天、新嘅一周、新嘅一个时刻，天主，我哋伏求于你，
啊，我哋相信你系真嘅。跟住我系领咗洗，属于你旗下嘅人。我死于我自己，我嘅罪恶，我嘅纠缠，啊，我同世界嘅嗰种嘅被奴役于我嘅罪恶之中，再一次我弃绝。我再一次打开我信德之门，欢迎你入嚟，因为你系为我，你系为我，你系有今天嘅祝福系等待住俾我。我邀请你入嚟，我相信你，我降服于你，我信任你，我跟随你。你嘅威能系真实，正在此刻成就喺我身上，超越我所想所思嘅。在你内，即使出边有好多嘅风暴，我交晒俾你，你自会保守我同我最爱嘅到天国。呢个系最重要。主耶稣，请来临，我信靠你，我不害怕。